早上好。我还想你是从这边来还是从这边？从这边来，今天。你家离这远吗？嗯，不远，还好。开始了。今天我们是直接在考场练车去考。你在我这学了三节课，应该这个程度是可以的。如果他们学一节课两节课，我不敢让他们直接在考场考。对，因为我之前那个小伙就是直接在那考的。哪个小伙？你这乱开机，我已经开着呢，你直接挂档就走了。我那屏幕亮就是开了。不行，你这得回头，你这自然动作不对，直接就坏了。二次停车，向右看，你看这边是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停着，不要动。对，走，快打，加油！你看，这边跑，使劲往里拽啥呀？啊、哦，这是经典的这路口，可以 go， 快点，推，冲，这都大了一点，跑到人家那边去了。跑这个道不对吗？这个肯定是这个道，这边速度。看这个右转哈、啊，注意啊，你是第一个车，3、2、1，对，松的油门，停下来。你注意，它这个半转的时候啊。那个对面车是可以不？这个半转的时候，这个车可以 U turn 了，所以小心一点，知道不？这不好多车吗？给 left turn。啊，这就是左右看，这就是有一个十字路口，他先到的，看清楚了，他一动就走，马上走。打，哎呦，打那么快啊！你小心，你还没过来，已经跑对面上去了。Okay, change line to left， 这个比较标准了，非常好了。然后再查看一下速度，38。我们现在练一下左右看啊，啊，左看，对，右，对，这眼光看过来。这天一半乌云，一半晴。OK， 我们 change line to left。这个好像有点带过了。你不要往中间走，往边上不靠，它那个线条在这儿。对，左靠一点，你看那线了吗？要不然你怎么停车位啊？你得为你找车位停，不要绕大了，你这车撞上了，踩住刹车，右转就这儿，这不就考试结束，一下子就不要打多。
等它就好了，不要回轮。哎，现在回，回轮，回轮。嗯？你那是啥嗯。今天又有山火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哎，它飘的全都是那个。对啊。这个烤盘好，刚才那个烤盘好，知道吧？啊？你约到他就好了。是啊，那他现在烤的我一会儿烤的时候他就不那个了。那我现在烤，我问他现在烤，等一会儿我烤的时候他不就就休息了？不一定。是吗？而且他这么多车，他不。回来了啊，准备排队。今天只有三部车，非常快。你不是问问我这个吗？对。然后是要你签名的是吧？对，现在我们进来了，慢打啊，进来，排队。OK， 我们排队了，慢点慢点，这车还晃呢。这女人也是吗？带穿打扮。好，我现在开始唠唠叨叨了，嗯、就是。十字路口一定要左右看啊！你不知道怎么看，你就假装看我这两个镜子壳的上方，知道吧？你看的都很好。然后，红绿灯的左右转也回头，知道吧？居民区里的右转是100%回头，对吧？回电位要回头，对吧？进中间道什么的都左转都回头，知道吧？然后刹车。刹车一定要滑下来，再减10以下，再停，二次停车。OK， 那个真正的 stop sign 二次停车啊，你不要去加油，你松刹车滑出去再刹车，这样减少顿挫感，对吧？这是扣分扣小分的，知道吧？停车起步慢，停车在0到10之间慢慢起步，对吧？自由转弯快，直接转弯，就像那个绿灯啊，转弯那是在15以下、10以上，知道吧？嗯。还有变道，变道你一定要把身体摇起来一点，往后看，方向不能先动，看回来以后再动，打灯看镜子回头再动是4秒钟、4-5秒，知道吧？慢一点。你如果你在中间道，你就想着它肯定向左边道啊，向右边道啊，就它会连续的向一个方向变道，是吧？你在这个道又换过来，你不能傻愣愣的不知道，突然变道就吓到了。对，知道吧？心里先想着，它不会隔着一个道去转弯，他们说变一个道再拐弯，它不会那么连着说的，它是一个一个的说的，说先变了道，变道可能再左转再右转，知道吧？不要想的太多。就好了，这边 stop sign 多，停车起步转弯，你没到 stop sign 的时候你就提前看了，老司机都是先看，停下来再假装看一次，你让人反应快，知道吧？你不要等对面的车过来你再走，谁先到了谁先走了就，知道吧？但是他真的冲动的话，你先让你摆摆手让他先走，对，就特别稳定啊，不要乱弄。你跟我练了3次车，应该很有把握了。这个考场就很相当于还是容易的，只要不紧张。另外一个是语言的问题，语言你可以跟他对话，他说什么你就知道吧？然后他说什么你可以重复他的关键词 left right 春之烂，懂吧？你就好了。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地方哈，他走到那个车镜子过那个黄色的柱子，第一个那个柱子往那一打。撞上那个
墙了，停的不好。你干嘛跑出来呀？考过了，四分，太棒了！啊，考过了，四分。啊，走，我看看。这个教练真的是很好，知道吧？这个考官真的很好，像你说的是给个图，然后是吧？他画了一个图，说中间道。你说的是不是就是他？漂亮漂亮，太棒了！第一次在考场就直接考过了。你教的好。老师教的好，真的路线一模一样，是吧？然后从那边，而且还真遇到了一个消防车，警车，而且还是个绿灯的，是我在第一个车，是吧？嗯，好了，我们走吧。都没走，然后，我就那个，然后干嘛呀？我就拿这个去就行了吧？这停的啥呀？这是。哦，看看停的，好吧。这要是个严格的，是不是直接就死掉了？也一般不一般，就是扣扣分是吗？那你也听了，下次学员来都推荐这个。考过了就好，考不过了。他真的很好。然后他一开始先问我，英文，我说英语不好，他先说嘛。然后我说英语不好，他给了我一张纸，是吧？一张纸，我看着了，好像是。给那个东西，对，他给了我一张纸，上面有中文的东西，他让你先看一看，然后呢，上面有中文的，就是比如说像你按的那个应急灯是什么东西，全是中文的，他就让我指一下。